看到绝杀了，我刚看完比赛，然后发现，法甲也开始了，然后就去瞄了一眼，刚好看到了任意球绝杀，看得很爽。我操！你是真有够不要脸的，不会这里？哎，你也不要脸。再一下，帅！三个没闪，哦不对，两个没闪。哎，这线不该推的感觉，推的好亏啊。这样就不亏了。啊！啊！你们都是些哪来的人啊？算了，能闪，都很离谱啊。我求你了，你过去把他把线推了吧。我操！你是哪来的？去皮卡丘！哎，真要推吗？喜欢跑，你好，拍死你妈的！我操，升级了，坏了！什么安妮的熊这么垃圾啊？我操！你这么脆弱，早知道我全交技能了。我，你也太垃圾了。啊，早知道直接扔 R 了。操！他怎么狂疯了？没注意。帅，这才是德莱文。哎，他怎么狂疯了？我刚没看到。
坏了呀！不是你不是要跑吗？这德艾文都发了信要撤退，然后他又回头 A 人，弄得我也回头了。本来我看他发了个撤退的信号，我都准备要走了，但他又去打了。看，把我杀了！游走你就把我杀了。卧槽，这么准，这豹女有点东西，没意思。